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严维恩。你知道什么是氢气 hydrogen 吗？ hydrogen 呢是宇宙界或者自然界里面最小的分子，它的穿透力非常的强，很容易被人体吸收。而氢气呢也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，它可以做到维他命 C 跟 D 达不到的效果，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，从而修复我们的细胞，或者让我们的细胞再生。那哪里才可以吸取到 hydrogen 氢气呢？答案就是水里。超过1200项科学实验证明，氢气在170多种人类的疾病上具有治疗和预防的效果，例如心脏病、糖尿病、甲状腺功能减退、炎症、高血压、肝功能衰退、代谢综合症、中风等等。我是经常喉咙痛的，我们叫鱼白呀啊。现在喉咙痛发炎，喉咙发炎，那我就喝 hydrogen water， 在两天里面我的这个喉咙痛就没有了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还有一个我发觉它还蛮利尿的，就是如果你喝这个 hydrogen water 的话呢，经常会上厕所，那听说这个呢也是排毒的一种方法。所以说既然我们每天都有喝水，那不如喝一些可以提高我们免疫能力的水吧。你就要拥有一台全日本进口的 HyBliss Hydrogen Water Generator， 就可以全家人长期使用，是不是很好呢？记得要使用我的 promo code 咯，只要使用 MY729 就可以获取价值500令吉的现金折扣，两次氢气护理价值720令吉，还有免费的微血管分析，详情拨打012-235-5729或浏览 www.highbleedswater.com。